大家好，给大家再次出个散文一个教训啊。首先是左手拿着网，网线啊，按左手拿住这里，拿分三段拿着网，一段先拿一点啊，把它捅一下，拿起来，在这里再拿一段，大概留了这么多吧，平线往这里推了，给它拿起来，看看有没有挂住的，有没有打结的，是吧？没有的话就把它放到地上去，用右手抓住它，拿到下面去，再全部放到左手。因为这是链条的网的话，最少是链条的，所以说下水快，好打理，也好撒开。看啊，撒的时候怎么撒的？撒的时候左手发力，这样推出去，右手转动盘子，右手拿这个地方，拿到这里啊，不要拿这里啊，拿这个地方这样转动就可以了。看好啊，转动，开出去了，看你们下沉，下沉到网线不动了，就说明到底的，就开始开拉了。有鱼的话，点个双击啊，点个红心，点一下啊，看看这网有没有鱼啊！我操，鱼都飞了，这么绝对有鱼啊！有鱼有鱼，我操，爆网了！我操，双击点赞，666。